二老之家的诅咒。过去的几千年来，二老之家承受过着无拘无束的游牧与猎捕鱼的原始生活。他们本来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，更不属于任何人的统治。他们只属于自己的群体，属于人类学家称为第四纪的人。直到15世纪以后，西方白人进入了他们的世界，占有了土著民族的土地和资源，渐渐落入到了殖民统治之下。而同样，民族也不分属几个国家，如爱斯基摩人分属美国、加拿大、丹麦、俄罗斯；萨米人分属俄罗斯、挪威、瑞典、芬兰；纳留申人分属美国、俄罗斯。被称为美国飞地的阿拉斯加州与美国其他州并不相连。1853年，克里米亚战争爆发，俄国担心阿拉斯加殖民地被英国夺走。